伟神也是老样子灌猫踢家。今天伟神也是老样子灌猫踢家破洞牛仔裤吗？算了，以后卖衣服也不要卖衣服了，卖那个衣服，然后再找到拖，然后拖鞋加裤子，然后一套的好了。你就卖整套啊？卖一千三好了，卖一二一二。嗯，你就卖整套啊，那就卖整套啊，就一个整套、啊。然后大家出去每次都跟你穿一样的，好对啊，好对，穿一样的、啊。你要带起新的风潮啊！